耶！也是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礼拜又是共勉之了。对，克伦也感谢来自澎湖的岛啤酒热情赞助。岛以拉格作为基底，由澎湖海鲜皇族委托55阶精酿啤酒制作，与澎湖草根果子、苗栗苑里鲜海风联名出品。风炉茶是澎湖人小时候的滋味，风炉茶啤酒是大人的飨宴，是传统澎湖在地的草本，是新潮的酿酒，也是超越时空的岛屿回忆。喝一口岛屿来的风，敬一杯有故事的人。好了，我们今天终于有赞助了。这一拜，对，这一拜，宗旨也赞助我们非常多的题目，对，让我们蹭一波流量。本来以为聊最多的可能是德州扑克，瞬间没有人在乎什么德州扑克，瞬间都在讨论全 A 打墙这件事。所以我们直接开始从昨天的全 A 打墙开始啊。没有，昨天我后来看，我先看 LINE， 因为我没有看直播。峰哥被赶出去，我想说對怎么又嗨了？峰哥被赶出去，问题就蛮大的。他本来要全队都撤回来了，对，他要本来要罢赛，对，罢赛，对。后来可能发现罢赛要罚150万，联盟有规章可以罢赛，对，但是要罚100多万。因为我在看直播，那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为什么？怎么会是全垒打？我看昨天叶金章也是被吓到啊，那个判决出来就说啊，突然撞一支全垒打，对，那个就超明显。因为那个谁有来啦？哦 ，Joseph Golden， 对 ，Joseph Golden， 所以他做法，对，他应该有做法的。哎，对，昨天那球可能会是传出他是不是在贵宾室这样子，所以那个球变直上直下，不让他出去啊。哦，本来要出去了，对，本来但是飞回来，因为你怎么算那个角度就是这样出去嘛，就他是这样之后，然后又往上弹，全垒打球是这样转的。反正昨天就这样吵了一个晚上之后，联盟在一点突然道歉，他本来有发一个声明说有一个折射，说折射，小房间没有说折射之后有。掉到后面的阶梯嘛，阶梯，但后面的阶梯的地理位置就不是长那样，地理位置长这样，对，它有个女儿墙，对，所以你如果阶梯的话，它是这样上来。因为我昨天真的想说，你如果有打到外野的阶梯，我觉得你球上面一定会有那个痕迹，我觉得可以先验那一颗球啊，因为郑浩伟不是都回传，反正要科学，小房间要科学，科学，你就直接把那颗球拿去，我们直接做鉴定，对，上面有没有，上面有那个阶梯的东西，你就暂停，然后去化验再回来。我觉得现在，因为现在很多那种改判，我现在小房间啊、裁判啊，都有点。上礼拜是一个礼拜发生三次，包括那个张兆元那一次，张兆元那一次嘛，张兆元那个跑垒线内，洪总生气嘛，哪有没有人这样判的啦？对啊，没有人这样判的啦。还有潘建凯妨碍守备，那个严格来说也没有真的妨碍守备，还好啦，他就是因为他接球，他就是传低了嘛，对，所以他就脚在那边放那边。我觉得现在都有点那个好像过度推论，就他们说是推论，对，都推论。然后那个什么陈松宇那球也是。对，那球也是推论，因为他推论他这样出去，但是会打出去之后先绕过那个全打标杆，对，然后再这样回来推论。我觉得是小房间的人真的要自己要加油了。院长昨天他说，为什么联盟没有其他角度或干嘛干嘛？不需要其他角度、啊，就那个看得出，那个已经看了那个，而且最好笑的是，那个影片出来之后，有一个人跑去那边留言说，我是那个在旁边看球戴帽子的那个。对，他说我最近，我最近没有人比我近。我觉得主审啊，到最后还是可以判断，因为昨天两个主审听到这个判决之后，对，他们两个脸超臭的。因为他们得宣布，对，宣布你要面对陈金锋走过来，然后面对全场嘘声，等于是那个嘛，季华文嘛，季华文，他脸超臭，那他当下的那个主审是这样，确定吗？啊，好啦，接下来我刚讲到 Joseph Golden，Joseph Golden 嘛。他其实我昨天一开始没认出他来，他那是什么造型？而且他昨天投手，他是投手板开球，还不错，还不错，對對對，差一点进好球的。对，布邦就是这么顶。对，结果昨天惨败。但你在当下的时候，第五局的时候，你问黄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能不能走？我要走吗？”可是我今天领人家钱，我还开球，我不能走。昨天那个事情，如果是以前的兄弟的话，第二天就是蛋就丢下来。没有，我觉得当场应该椅子就丢下去了。對啊，球场旁边的 Seven Eleven 跟全家鸡蛋就买光了。卖光，小房间会被撬开，没有包围小房间。好，就证明球迷现在有进步了，球迷是有进步。我们从丢垃圾、丢鸡蛋、暴动、拆椅子，一直进步到网络上开始开骂，很现代了。我生什么气？我网络上把你骂翻。我刚才昨天跟我说，你不要讲那么斩钉截铁，对你不要那么确定。对，我是觉得应该要建议多一些角度，不是角度问题，那个什么角度你都会误判。我们要引进那个像那羽毛球比赛的，有那个印，对，像那个，就大家那边拍手，拍
硬，对，然后接下来要出那个毛巾。好了，接下来本来是这礼拜的头条，对，但今天马上不是头条了。郭天庆、丹中宇、传声、传声是传声传声先吗？传声是那个已经是私人局了，他已经喜欢德州扑克，喜欢到他必须要参加私人的局，但未尝不是转机啊，因为他最近这两年成绩真的不太好。我前两年遇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心灰意冷，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你去打扑克扑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但他喜欢到跑去私人局不合法的局啊，没有，我觉得就是台湾对德扑这个定义没有很对对对，因为你看王建民说他在美国是可以去，他说有些合法的德扑克在美国是很普通的，对，而且你看他红人队，红人队有办过德扑赛，对，红人队德州扑克锦标赛，目前可以办那个、啊、慈善扑克网大赛，扑克日，反正他们有德克士、德州日、德州日、德州慈善扑克网大赛，任何人有300万美金都可以参加，应该蛮难的，终于要拿得出来，只有部长可以啊，他是三，他的约是3年5千万，很多德州扑克人出来说，我们这是竞技，我们也是运动，我们也是运动，但问题就是没有定义，我觉得现在没有明确定义，对对 对, 對, 對、啊，然后好死不死，曾南生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又有人被拍到，郭天庆跟张镇颖被拍到去，而且、欸、那个拍到那个是2年前哎、欸，对、啊，照片是2年前停赛的时候、哦，你说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谁、哦、让戴口罩啊？那我觉得曾俊烨这个也很扯，说12年前被发现，国小的时候就已经在按那个按德州扑克站。当然很多人说那个是都不能牵涉赌博什么的。嗯，你现在职棒球员要爱惜羽毛是对的啦。就像我那天想到一个比较好的，你把德州扑克，就是这个新闻里面都把德州扑克改成养生按摩馆。跟我不要想说人名好，讲人名等一下被截图就完蛋了。某职棒球员跟某职棒球员两个人一起去养生会馆，吉林路的某养生馆，林森北路某养生会馆按摩，养生会馆都是合法，但所有人都知道养生会馆里面有分黑的跟白的，纯跟不纯的，可以违法一下。你最后20分钟会问你，20分钟问你说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吗？然后还有需要加强吗？你身为我洗头啊，对对，你要洗头，你的头需要洗吗？对，那这个时候，身为职棒球员，你要爱洗羽毛，就跟他说，啊，不用了，我今天这样就可以了。对，但是就是，你要讲人名了啊？不是不是，本来就是觉得我今天又没怎么样，又没有人看到，500块就花下去，或是花了1000块，甚至花了3000块，然后结果警察突然来临检，就被抓到了。接下来第二天的社会新闻就出现某某某某职棒球员上养生会馆做坏坏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跟记者说，我因为我打球很累，我需要按摩，所以我才来这边。这不是一个坏事，因为这个是健康的放松。放松。对对对。但警察就说这间违法，因为这间有人在做坏坏的事情。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身为公众人物真的要比较自爱。尤其是台湾啦，台湾的民情又、啊、台湾又特别复杂，因为台湾才刚从假球或赌博走出来没多久。德州扑克不是坏事啊，但职棒球员可能真的在现役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就玩线上的，就玩线上的。就不要去公众场合。哎、欸，这个其实本来上个礼拜应该也会是头条话题，就被德扑压下去。就麒麟跟奥运金牌，奥运金牌啊，我是觉得合理的，因为我发现好像是说大家都在骂10月嘛，但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骂。我跟你讲，就算10月没有去，对啊，媒体还是一样追着王麒麟跑啦。就是你们观众爱看什么，你们就对啊，你们就喜欢看金牌 啊，人家那种铜牌人就不看了、啊，这你们的问题好不好？观众的问题 啊，而且他两次金牌，一整年都那么烂，连续4年那么烂，今年还是拿了奥运金牌，然后我的搭档要退休，对，故事性那么了，我回来问女朋友玩个3天怎么样？我妈看一边看新闻一边念，她说这女生真的太矮了。我妈很偏，老人家就是觉得你这么高，这样子要怎么生孩子？哎、欸，没有，你刚刚讲到拉拉队这件事情，有一个新闻，因为上礼拜陈文章就是石原的同事菲菲，长得像新友菜，跟新友菜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照片看起来是的确有像，基本上就、欸。可是我觉得菲菲比较厉害，新友菜其实以前不是长这样。它是慢慢变成这样，资料对，资料。我们下午还在讨论，我们下午在讨论。新友菜他 baby 肺的时候，不是长这样。菲菲从李恩菲变成菲菲，他就一直都同一个人。菲菲是蛮厉害的，菲菲厉害的，天生丽质的人。然后就一下下就到达新友菜想要到达的位置，我的确蛮像的、啊。我还有看到队友林丹有去，他有上去那个、啊、回转的那个。专业，这是也是专业，对，专业。接下来新闻，亚太棒球场本来要改人工草坪，在台南用人工草坪疯了嘛？后来现在是改成人工草坪。如果新闻是球员在人工草坪太热打不下去，对，因为今年的韩国跟日本的气温都非常非常高，没有，我是觉得高，然后台湾高，
台湾热死了。有人在说二军要不要晚上打？有啊，会长不是已经说考虑了，就是考虑中啊。灯啊，灯光钱谁出？募款募资啊。可是晚上的话，二军就不会有人看。哎、欸，其实还是会有人看。其实晚上会，那、啊、你就排一些练习生派去二军跳啊。哎、欸，这样其实会不会拉拉队其实赚到？因为他们原本再怎么样板很多，他们最多唱60场，他们现在可以跳100场，就是二军也跳，二军也跳。其实搞不好对整个职棒更好。当小联盟嘛，小联盟不就這樣？小联盟是晚上打、啊。其实日本二军也是啊，日本二军的活动其实花招很多，他不会花时间。还有我们去认领那个地方二军，我们就办喝啤酒大赛，喝啤酒大赛，有人打很打，我们就那个全场干喝啤酒。对，我们上次有讲到小联盟有这种，没有，他说被三振，被三振，然后全场请。那徐若曦上那场我不要，徐若曦很难投二军的、啊，所以就被 K 三次，干 K 到把棒子折断，到底干棒子什么？昙花，这个也很好笑哦。潘杰凯，我讲的花莲，对，来到我的故乡。那个粉为什么会那么多、啊？他们说是马没有，我马吉战队。大家如果看那一局的话，那一局的话，一开始他们在上垒的时候，统一那局在进攻的时候，本垒那边是正常。随着上垒人越来越多，那局就变越来越白，越来越白。然后等到潘杰凯花莲回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变成马吉沾粉。我觉得那滑下去太多了，为什么会那么多？花莲太可怕了。潘威伦纪念商品不是花石粉？潘威伦是卖8000块，然后周董卖4717，四七一起少一倍了。潘威伦兄弟夫横店卖5247，我爱四七。好了，没关系了，台湾职棒很重要，要记得去买票。对，大家记得买票到现场去。好了，我们今天就干杯，共勉之间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谢谢倒啤酒，谢谢倒啤酒。夏天多喝一点啤酒，可以买我们的保冰袋，多冰一点啤酒。需要大家喝酒，需要大家多看棒球，需要大家一起共勉之。下周见，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林恩。喜欢野球干一杯的朋友们，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没错，没有错。